得蛮好，就是它就是有苹果的淡淡香。嗯。啊、那这个喷在身体上会怎么样？这个我就不知道。你说这个吗？对啊。小朋友的时候把扩香太刺激，因为它酒精比较多，不一样。对，因为它香水就是设计可以喷在身上。对啊。对，用这个怕说喷了可能对皮肤酒精太浓了。对。那这个就它要挥发比较快，酒精也比较多。你家里有水养精哦。他有，他房间有。其实我这个有时候会偷偷滴两三滴在水养机，其实也没关系啦。因为你如果用精油是精油的功效，比如说薰衣草就是放松睡眠，尤加利茶树可能是抗菌的。哦，所以那个没有精油。但是你如果用这个滴下去，是单纯就是香味。哦，没有功效。对。可是精油还有功效，每一个不同的功效，精油功效蛮多的。嗯，对。精油在这边。对，就那种小瓶小瓶。没有，我买精油都闻香香而已，我都不理、啊、我都不理它的功效。如果只是想要香味，你就可以扩香，可以滴扩香滴在水养机里面一起滴，也是可以。对，其实这样扩香也蛮省。对啊，一大瓶。如果你是用在那个水养机里，就不用多，两三滴就好了。